周杰伦携新专辑做客现场，音乐天王变身为魔法先生。什么样的周氏表演掀起现场魔法风暴？好，掌声鼓励一下。这时候，摇身变老板周杰伦如何对付不听话的员工方文山？我就放在各大的那个电视可以看得到。有一天，他就突然很生气，打电话给我，怎么在电视里面看到自己变这么逊的模式？2008亲情陪伴，周杰伦自曝家庭剧本。都在拍我妈妈的时候，他就会跟那个稍微讲，哎，我是杰伦的爸爸。哦，然后记者当然就哦好拍你一张，又继续又拍妈妈的。卢永元展现2008周杰伦的魔法世界。这应该是我们跟他第三次做节目了，对吧？嗯，上次做的时候他就说，嗯，今年会很忙，因为会出新专辑，会有巡回演唱会，都做到了。他真的很勤奋，常常给歌迷新的惊喜。我们掌声欢迎周杰伦。很热情，先给大家来个魔术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你有看过吗？你不能跟去年一样的。哦，完全不一样了。现场有没有有饮料的？好，喝过啊，来喝过的这个。好了，用喝过的，我们来变一下。什么东西呢？就是先给大家看一下，一个喝过的饮料啊，自己代言的，好险自己代言的，不然就不能变了。你看。还原，让它还原成杯新的饮料，稍微要有点魔法。哎呦，有了，试试看好吧。哎呦，要不要请歌迷来喝一下？来，等一下，来，别紧张，不要激动，慢慢喝，慢慢喝，确定一下是不是真的，是真的吗？啊，不错，掌声鼓励一下这个。刚才是瘪的，没错，然后就鼓了，鼓了，现在又被我捏扁了，再鼓回去。对，哎，这有点找麻烦啊。我们还是一样，先来做个访问好了。鼓回来了，不鼓了，还是我们请主持人来喝一下。有，是不是？是啊。好，谢谢啊。刚刚这个厉害吗？厉害，对吗？厉害。对对对。你改行得了，来，请坐。其实没有了，因为要想好以后的副业。如果大家不听我的歌的时候，就要变魔术师。哎，但真的很厉害。这你花多长时间练的？不能说的秘密。骗过多少人了？已经没有。其实平常就是电视节目面前的一些表演嘛。嗯。对啊，然后我有给我妈看过，我妈吓疯了。你妈是属于比较好骗的那种，还是不好骗的？我妈真的很好骗，对，但是其实她都永远把你当小孩子，就算她觉得很惊讶、很惊喜，她还是觉得是假的。你外婆是比较好骗的吗？我病给她看过。她比你妈妈还要好骗吗？哦，就是越年纪越大的老人家越像小孩子。嗯，真的，那他们会，他们的那个惊喜的程度啊，就跟小朋友一样。真的，所以我觉得那变给外婆那些年纪比较大，比较有成就感。嗯，对。上次来是做电影宣传，歌迷说是去年夏天7月份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一年多你有变化吗？没有，就是更充实了，在魔术的方面，对，更充实了。
那时候你就说今年会有新专辑吗？那就是当时宣传电影的时候，你的专辑是已经有形状了，还是八字没一撇的那个时候？其实让大家也等了蛮久了哈、哦，这一次的这个新专辑、嗯，那电影你刚刚说的，其实不能说的秘密二，其实有在打算拍一个续集，哦，对，但是可能就跟音乐没有关系了。真的、哦？对对对，而且还蛮想邀请刘德华这种也喜欢变魔术的厉害的高手。哦，他有变魔术吗？有啊，他有变魔术啊。哦，我不知道。真的，其实香港艺人变魔术的大概就他了。那我觉得艺人变魔术其实还蛮少的，所以我想说朝这方面来发展一下，还蛮有新鲜感的。目前艺人变魔术最厉害是你吧？没有，刘德华真的很强，我亲眼这样看他变过，嗯，哇，吓疯了，真的就是没有破绽，嗯，对啊，那我觉得魔术真的很有魅力，这样，所以待会这些想说等一下聊天的这个中间我们再来。献给各位朋友看一下。哇，哎，我发现你现在真的是喜欢魔术，非常喜欢。我的朋友就是魔术师，然后从小就看他变，然后后来是因为我刚好要发这个魔术的这个专辑，嗯，跟他学一些新东西的。嗯，这专辑你们都听了吗？听。每首歌都会唱了吗？对。最喜欢哪首歌？这个答案真好，这个答案真的，因为你知道吗？我其实要我挑一个自己喜欢的歌，我真的很难挑选，就是每一个都是自己的小孩一样，你要选一个，真的很难选。那《稻香》这一次啊、嗯，这个出发点是以爱为中心啊，然后因为现在的新闻啊，还有现在整个全球的景气啊。不是这么好，金融风暴还有很多的很悲观的一些新闻，我觉得希望让大家有希望，听这个歌可以开开心心的。哎，金融风暴你有股票压在那儿吗？没有，很厉害，是因为妈妈的关系，因为妈妈不会随便乱投资东西，嗯，妈妈比较保守一点。你平常看新闻？会，还是会看啊。你都关注什么新闻？没有，新闻播什么看什么，就是你不觉得新闻播出来的都是没有很温馨的东西，都是一些。它之所以能成为新闻，十有八九就不是好事，它才是新闻。真的啊，所以我觉得以后新闻应该播一些好事，要让大家觉得这个世界还是充满希望的。今天周杰伦又变了一个魔术，他让那个汽水罐子又扁了，又鼓了又扁，这是新闻。这是新闻，啊、哦，大新闻啊！但《稻香》这个歌的确是一首我觉得挺温暖、挺励志的歌曲，对吧？因为过去这一年，2008年快到尾声了嘛，这一年真的是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儿。我想可能听这首歌以后，内心会觉得有一些温暖，有一些鼓舞，让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可能那个角度、那个目光可能会更温柔一点，更温暖一点。对，就像南拳妈妈的弹头一样。嗯。他其实才存，他一年存不到多少钱哎。他为什么？因为他都花掉了。你有那种明显有那种老板的那种感觉。你考虑问题那个角度就不一样了、啊、所以说呢、哎、你不用把手放他、啊、方文山他就会这样，嗯，变给他看他就若无其事。那你怎么办？我就教他，那你就好、啊、那你就变一个、啊、然后变一半我就走了。哎，对，你看到电视上有一个特别像女人做的广告，对，我会让人崩溃那个。我请这些长得像我的，如果要代言广告请仔细的挑选一下。